提高人的基本素质。古代人最讲究文武双全，故有俗语，有武无文则蛮，有文无武则弱。实际上，我们现代人也一样需要文武双全。练武不但能增进人的体格，更重要的是，通过练武能改善人的精神面貌，塑造出勇敢刚强的品格。平时我们聊起武术话题时，很自然地会说到中国少林寺的武术。其实称少林功夫更为确切，因为功夫一词是佛教的专用名词，禅宗的修行成果就叫做功夫。比如坐禅参话筒，我们就叫做功夫。做功夫的目的是为了开悟成佛，超凡入圣，彻底改变人的品质。少林寺是禅宗祖庭，少林僧人习武是一种修行，所以又叫禅武，禅武合一。当然，并不是所有习少林功夫的人都在修行，都在做功夫，甚至即使少林寺僧人习武，也不一定都在做功夫。关键在于是否怀着一颗修禅心。关于武术的作用，武术界以往都过分强调了武术与战争和械斗的关系，现在却明白并接受武术不大适应于战争的观点，因为战争是群体对抗，不是一对一捉对厮打。当然，有武术基础的战士肯定有利于战斗，但武术并不是决定战争胜败的重要因素。武术是攻击防卫的技术，武术的发展与械斗有很大关系，但并不是必然的关系。会武斗的会发生械斗，不会武斗的也会发生械斗。比如一把刀子可以用于行凶，也可以用来切菜，但问题不能停留在这里。最根本的在于，我们要抛开刀子是用于行凶还是用来切菜。所以武术的根本是与人的素质有关，与人的强健体能、勇敢品格有关，而不是与械斗有关、与战争有关。从武术历史看，武术的产生和发展是和中华民族的历史融合在一起的。和国外武术相比，中国武术的发达程度和独特面貌与我国战乱频繁、多灾多难的特殊历史不无关系。武术从一个侧面反映着中华民族的历史，是中华民族历史的一个缩影，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少林武功为例，少林功夫就与少林寺的历史息息相关。比如隋末少林寺为山贼所占，僧众拒之。唐初少林寺僧人捉王仁泽归唐有功，封地加爵。
北宋末又参加尊盛队积极抗金。元末，红巾军袭少陵，遭僧众阻击。紧那罗王传说即出于此。至于明嘉靖年间，少林僧英照抗倭，英勇壮烈，可歌可泣，更是妇孺皆知。清末明初，嵩山地区山匪风起，少林寺僧人成立保卫团，清剿山匪，静安一方。这些都是有史可查的事实。至于小说、影视等等宣扬的有关少林传奇故事，更是数不胜数。今天，少林功夫在国际国内的影响所及，只要去少林寺看看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少年习武热情，看看少林寺碑林里全世界武术团体和少林弟子所立的大大小小的朝圣拜祖碑，以及少林功夫在全世界巡回访问表演所受的欢迎程度，两年一度的郑州国际少林武术节等等，就会留下深刻的印象。除少林功夫外，中国武术门派繁多，数不胜数，这在世界武术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据统计，中国目前自成体系的拳种达300多种，它们共同构成了丰富多彩、充满活力的中国武术文化。中国武术沉积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英勇抗争的精神，并直观地表达着中华民族的理想，具有很强的民族心理认同功能。世上有多少人在读金庸武侠小说，又有多少人在看武打影视？中国武术业已成为跨国界、跨民族甚至跨信仰的文化现象，并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中国武术文化圈。实际上，中国武术早已脱离了简单的拳脚状态，发展成为独特的民俗文化，并发挥着它独特的文化功能。